各位在上生产，各位在上面。那被抓，被抓了。哎，被抓了，看不见。被抓了，对不对？ 这北区的，咱真正的中好食，这种台好也做门台啊，吼、哦，来炒。来，北区上面几号来三百万的？来三百哟、哦。谁？哪里有的？你贵有钱了？你先别动，那个对啊。来，那边在北区要买三百的。来三百，姐姐。这台好也做门台啊，吼，来六只、七只、六只、八只、来十只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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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只、
你这个是哪里讲的柠檬汁小腿？伊这个是鸡翅料，便宜鸡腿一转型的啊！啊，你等下讲我小料再吃啊，啊，做好吃啊，两包了。来，两包一个。外面两包叫柠檬汁小腿无？两包吼。两包。一个鸡腿就十块。我等下想办法给你啦。这两包够两包吃啊无？柠檬汁小腿。两包。
老五啊，哦，还有点心血。后来的，后来的啥？老五啊，你要给两个别人。你有两个叫冲刷屏吗？搞两个叫冲刷屏。伊这葱抓饼一包内底有十块哦，咱逐个用平底锅甲蒸蒸，做好食的。你若要食葱抓饼的，我免三包，我免让你家己哦，来新加坡一包。来一百哦。对，要葱抓饼嘛，做好食哦。什么？你要变哪一个？过两要食葱抓饼嘛，一包。两个。过两要食葱抓饼嘛。一百哦。一百块嘞，第二包你要两个嘛。有什么？我叫他做菜，一分钱都没有。哇！葱抓饼还有人要吃吗？一百块。哎，买啊，好。千千块，你上好吃啊！这一包一袋就十块呢，一包肉买啊，老葱抓饼。哎，买啊！赶紧去采下去，有你啊，朋友。一包肉啊！哎，一包。我买。一包送我。亮虾饼，亮虾饼还是在。来，谁要亮虾饼？来边啊！三百楼啊，这一包两袋啊，一袋百二，两袋二二是算你三百，这两包四百，八三百，这包再送给你，这一包再送给你。如果你三百没有，我也没有了，剩下最后一包送你三百就好了。哎，沙发 ，OK， 来。哎，老妹仔，月亮花枝虾饼嘛，这种不要到飞机，这个入股，这一包八百，两包三百，没了你干三百，三百没了。月亮花枝虾饼三百楼。来，沙发哦。七八个哩，七八个。今仔日新加坡的同款，各给一包送你，沙发上面啊。来，三百哦。月亮花枝虾饼。老五啊，来了，从这包寄出来，卖多少？翻过来，三百了。来，见到三百。老妹姐哦，你有没有？三百，老妹姐，月亮花枝虾饼哦。老五啊，都有了哦，来，赶紧寄过来。啊，葱烧饼你卖啊？你有上没有卖啊？这边有票吗？嗯。那你要调过来，哦，我来试。来试。来，老妹姐，好吗？蛤蟆人做个猪肠粿，蛤蟆同个炒菜粿啊。蛤蟆你来要吃卖三包，蛤蟆要吃卖鱼啊个，拢无啊吼。这边大山啊，新加坡一包。买买啊！来要吃蛤蟆无？要边一个。来边一个。来要买蛤蟆个无？买啊！猪肠粿、炒菜粿一百块个，蛤蟆一百块个。来啊！来蛤蟆来咩？来两皮啊！大鱼。蛤蟆粿来要吃啊？蛤蟆皮啊！阿爸，我两个猪肠粿、炒菜粿无，一百块。哪个来？阿爸，最后一个了无？一百块最后一个上来。我来呀！我这个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做这个钱呢？后来没吃啥？现在恁爸爸恁在上班时啊，恁奶奶呢？啥呀？你这个不可能不要吃啊！干杯！好了，喝几包？来干杯，给沙发去。你不厉害啊？哎，您这边没怎么了吗？您刚来还没买到这个挪威博远的青鱼，完全没死咸，一袋百八，两袋三人，最后一个人加加钱了，沙发好啊！来三百啊！这袋够十二，这袋够啥哩？这袋够，这袋够哩，那新加坡的沙发上面。哎，沙发。挪威青鱼，三百块了。哎，三百。有啊吼，今仔新客钱一袋卖多，今仔新客钱的新飞机我送两袋，这两袋卖多，送你了，三百。阿边阿姐，过两要吃挪威咸鱼的无？来最后只，我来讲小价钱，你唔好买过，这四只东西，唔免两百，百块了。才一百五嘞。最后一个百块上咩？百块。最后一个小价钱的百块上咩啊？百块好几个。过一个月，过一天你别拿过几千啊！过一天你慢慢拿去买偌济，过一天你接拢大地来五百块嘞！哎，五百啊！今天我卖我一千块，我五百嘞，这条要送你，这条要你，来个好食鲑鱼啊，五百块！哎，五百啊！智利鲑鱼，鲜度上好的，来这条要你，来五百块，来要吃啊不？哎，五百！鲑鱼还有要吃吗？五百，有啊，都有了哦。来两个人给，麦克老去收啊。三百块上门，来三百五，来买两袋，他们挣三块。鲑鱼，
智利锅鱼五百，三百五。三百五。有啊啦哈，谢谢。我上面那个搞薯条，上面拢没。薯条，薯条，你们吃薯条吧。你们现在都吃薯条，都会吃。到了要吃薯条，黄金脆薯，用鸡的，一斤哦，你饿了。我拿这间工业叫上贵的薯条，你吃最贵的薯条。卖讲伊偌好食，我著把这间工业叫上贵的好食。一包百块，两包三包，唔免三包，一包再送你，唔免我你家一样哦。一包再送你四包，先给钱两百嘞。来两百哟。我两位讲黄金脆薯哦。脆薯。你老边仔人家有无？我来煮好食。气炸锅你知无？气炸锅，来两包啦，咩来无？两百哟。薯条。到两边要一百块起食啊，一百。来边仔一个。到两边要一百块起食，看卖无？试试看看一百块俩，一百拢有啊吗？到了吼，是恁输掉了。有啥物会得破？啥物鱼？我想要鲈鱼啊，鲈鱼下包个，还是个白包个来咯？哦，白包个来。你讲要吃白包啊？阿姐啊，你吃饱未？伊这白包啊吼，伊这吼比土豆鱼好吃，咱大家尝看嘛，吃好嘛，就水果。